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篮球视频。我上来先上了个篮儿，然后我又上了个篮儿，然后单手抓球，突破，被夹击了，传三分成功了。对，被夹击了就传小杀手后撤步，然后我这拜佛就过了就。然后我又接球了，这 crossover， 哎，回来，哎，拜佛，他转圈圈了，但是啊，小杀手，错脚，可以的，训练有素，哦，然后我又上了个篮。对，虽然很慢，但我就是能过人。然后现在开始加速，你们知道会发生什么？接下来，我来了，Hazy， 嘻嘻，我又来了，我又来了，这 crossover， nice， 然后我又来了，我过来干嘛？Sham God， 你的 crossover 滑了，但是2-1，然后我又来了，我干嘛？我三维鞋，哦，我传了居然，对，因为我看到大卫要协防我，所以我就传给队友，信任，然后欢呼，看刚才欢呼，用拳头欢呼，哎，我又来了，来了，一打二，没关系。吼，对，然后我又来了，哎呦，运过来，我左手拜佛，哦，左手上篮，so fun， David， 踩线三分，踩线两分，这夹击就传球，队友投篮 ，good。对，然后队友最后投了个三分，然后我们这场比赛就赢了，就这是第一场热身赛，酷。他们说完饭，你之前发给我那个地址，那个锁的那个篮球场那个蓝的那个是吗？对，就那个。对，我地址找到那边去。这是第一场热身篮球，我们都是野人，野人，野人。对，这个指着队友说你们都是野人。现在我们有八个人就可以打全场。这四打四全场，四打四，上来进了六，进了三分，我觉得 crazy。队友过来 ，A 步，我冲啊，酷。然后我长传被断了，耶，然后他传给了 Leo， 放他投了。我一脸，然后我过来了，传球，控球后卫要有这个快攻推进的这个视野，然后投了超远三分，很难防的 ，crazy， 然后我又来了，这个位置左手拜佛超级好用，后面看到没有协防我就干了就，他这机灵跳投 ，crazy。然后我长传，快攻快下 ，David， nice。然后这他们的黑人投了个三分，然后我又过来了 ，VZ 运球，哎 ，VZ 运球，这，吼，然后这是超远三分 ，crazy， 而且还挡拆队友也没有上去 ，crazy。我又来了，哎这急停跳投，黑人很无语，然后我又来了，他嘎了，但是我自己没投进，三分，这 crazy 非常难防，然后他们抢到进攻篮板，我追回来投后撤步，后撤步三分外场 crazy， David 扔个三分，蛇形人，我指那个 corner 空位。但是他现在拿球又不空了，把球给我了，然后我又来了，我这，吼，然后这是 Leo 又来了，
我防守这次还行，然后我们这次防守还可以，对，两个人防守都还可以，然后抢断三个人防守都可以，往前冲找到快攻的这个白野人，哎呀成功了，然后防下来，队友抢篮板，然后我冲啊，往前运，然后回来了，哦，没回来，哦，吼吼，一打三，然后，哎，我又来了，这应该是局点，我们进个三分就赢了，我就这引爆架，哦，传球，白野人投篮，啊，然后就欢呼，拳头，感恩，谢谢你，啊，庆祝，吼，你今天。上半场一直在放水，但是你就打打球你就赢了就。最后购买篮球训练计划加微信呼号 training， 谢谢观看。